来看这一题，他说在三角形 ABC 中啊，这个三角形 ABC 啊 ，ABC 啊，然后呢 ，OA 哈、哦、等于 A， 哦 ，O 假设在这里 ，OA 呢这个叫 A， 好，那 OB 等于 B， 哦 ，OB，OC 啊，然后他说哈、哦、这个。O A 哈，O C 的话哈，令它是等于 C 啊。然后他说 A 的大小，哈 ，A 的大小呢是等于二 ，B 的大小也是二了，啊 C 的大小是三，哦 ，C 的大小是三的，也就是说哈，这是二，这是二，这是三。然后呢，这个 O A 加 O B， 哦，就是 A 加 B 加 C 啊 ，A 加 B 加 C 哈、哦，这个嗯等于零啊。好，那 A 加 B 加 C 等于零的话，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呢 O 这一点哈、哦，刚好是重心啊。哦，因为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 O A。加上多少呢 ？OB 加上 OC 嘛，这个等于零，这等于代表 O 是重心。你如果把 O 的话看成是 G 的话，你如果把 O 看成 G 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 G 哈，是等于三分之 A 加 B 加 C 啊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重心的公式。好，所以 O 我们知道这个是重心，那 O 是重心的话，所以这三个面积相等。我现在哈只要把一个面积找出来，其他的话呢，整个面积就可以算出来。然后他现在算什么呢？他在求什么哈？求这个三角形 ABC 的面积啊，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 OAB 哈这个面积找出来，那怎么找？我用这个公式，这 C 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负的 A 加 B。好，啊，这个我自己给他自己跟自己取内积啊。C 到的 C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A 加 B 到的 A 加 B 就是 A 加 B 哈，那负的正到的 A 加 B。然后这展开以后就是 A 到的 A 是 A 平方嘛，加 B 到的 B 是 B 平方，加交叉项两倍的 A 到的 B 啊，这个是等于 C 到的 C 是 C 平方。好，那我这样我就可以哈、哦啊、A 到的 B 哈、哦、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 AB cosine gamma， 哦，就是OA 就 A 跟 B 的夹角，这个叫 gamma。那这样我 cosine gamma 就可以算出来。这 cosine gamma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 2AB 啊，它分多少？分之C 平方减 A 平方减 B 平方，这样子。这样没有错了，把这移过来。好，那这样的话等于多少呢？ 2AB A 跟 B 都等于2了，2乘2乘2，二分之 C 平方3平方减2平方减2平方，底下是8，啊，上面是1啊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算出它的那个 sin gamma， sin gamma 等于多少？这个把它看成是 x 除以 r， 那 sin gamma 是 y 除以 r。R 是8，那 Y 的话就 R 平方减 X 平方开根号，就8864哈，减一的平方了，所以是八分之根号63。好，那这个等于这个是等于8分之9763，就三根号7。好，那sin伽马算出来以后哈。
这个面积我就晓得了 ，sin OAB 哈，这面积等大，等于二分之一 AB， 啊 sin gamma， 啊这个是正弦，哎那个什么，这个是那个三角函数的那个面积公式，啊就二分之一 A 的话呢，哎是二 ，B 也是二。sin gamma 是八分之三根号七，那约掉，那约掉，所以是四分之多少呢？三根号七，那这是这个三角形面积啊。那现在这三个三角形面积一样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三角形 ABC 的面积哈，等于三倍的这个，就把这个乘以三，所以四分之九。根号七，好，这就是答案。